Hello， 我系 Matthew， 欢迎翻嚟影片，欢迎嚟到第十二集嘅 Pokemon Sun。咁上一集咧，我就讲咗我哋去呢个皇家大陆，然之后咧上到嚟呢个维拉火山公园。咁呢度就系个考验嗰个集啦。咁咧，我哋今次咧就会去挑战呢个火嘅考验嘅。中意嘅俾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嘅 intro 过后就会开始噶啦。好，咁入过个集之后咧，就代表已经开始个考验啦。咁我哋 let's go， 霸主居处啊，呢个叫系嘅 ，boss 已经喺前面等紧我哋啦。我系卡奇，我正在同吉拉一齐学习阿罗拉自古流传嘅舞蹈。卡奇嘅考验。同你至今所遇到嘅考驗略有不同，不過你當然會嚟挑戰我，係吧？當然，如果跌搭巴仲話會點？考驗開始，係要求觀察力。你要回答第一同第二之舞有乜不同？那麼現在開始，竟然玩呢啲嘢，我心入吉拉喎。呢个就是第一个，哇！点记啊？个头哦，中间的，太出色，过来吧。哦，呢个蟹唔几可爱啊？唔系喎，系要打佢喎，我野生噶喎。系喎，唔足得喎，不過 ，oh so sad。先，呢夾袋嘢好啲，先。冇啦。O P 信，行定啲去，望呢個。哇，好近啊！冇咁樣喎。O P 喎，屌。吉拉，好高興你答對了，他想和你進行戰鬥。那麼我出第二題了。OK， 哇，咁恐怖嘅，恐怖嘅，跟住阿地艺攝鏡跟住嚟挑戰鴨嘴火獸。咁咪叫鴨嘴火龍咩？唔知有玩 Pokemon Go 嘅。然後我睇下加個密碼，點解我鬼？喂，咁飄情喎，咁樣嘅。揸啲眼先，喺邊度？係咯。唔得，咩聲咧？護地都聽曬啦。喺邊度等？我哋等。登山男，高興你答對了，他想和你進行戰鬥。那么最后的舞蹈要来了，咦，有只，嗰只叫嘅霸主 Pokemon 啦，我觉得系咯，唔知点解。有得揀霸主 Pokemon， 點會唔揀霸主？唔通搭可以的 Pokemon 咧？但認真啲嘅真係霸主喎，驗後式。我有 set 力量，我點搞？劈下先啦，無理取鬧。call friend 啦，咁我哋用招驗力係效果絕佳嘅喎，打打
打王先啦。正所谓呢个擒贼先擒王。嗷、哦，痛！OK， 好。吓、啊，咁搞嘢，要转一转喎咁。粤语背得唔得？粤语背啲嘢唔够劲。哎，派咩啦？劲噶！哎 ，OK，OK，OK， 挑人。即要打佢先，Shadow Punch， 我驚用石力量，哇！你係驚咁高攻咩？三咧 ，nice。烈焰浅射。都幾高攻喎，呢支廉錢石，佢有 call 不敵，哇！好多嘢到火色喎，點搞？多趁佢未用挑引我格 KO 咗隻焰後色先。OK KO 733。毒液衝擊，封住喎。其實封住真係點咧？我哋繼續 Shadow Punch KO。Oh yeah！ 戰勝咗霸主焰後式。其实佢都唔系叫挑战个队长，都系挑战嗰只嘢啫，系咪咁样？嗯，做得漂亮，唔单止睇穿武道嘅细微差别，仲打败咗火山最强嘅霸主 Pokemon。呢个系霸主 Pokemon 带住嘅火 set， 我就交俾你吧。系咪又系火系超人变身动作？几靓啊！考验完成，火嘅 set 力量佢姿势系咁嘅，火系超人变身，格拉格拉，多谢你哋，呢个送俾你啊！遇到想同你成为朋友嘅 Pokemon 就用佢哋啦。仙机球，仲呢个作，咦，喷火龙喎、哦！以前去嘅地方一飞就到，劲喎、哦！又喷火龙，太好啦！火石，俾山下队长埋你门前嘅考验召唤者看看吧。咁我就继续跳舞啦。直到明白阿罗拉所流传着人鱼 Pokemon 的情感，色力量到底是什么位置？那我们就试一下，不是，都骑欧的，喷火龙飞行，我即拣翻个地图，喷火龙。型仔啦，噴火龍。Woo nice！ 咁我哋今次呢條片咧都差唔多啦，咁就贏咗火山個考驗啦，攞咗個火焰 set 同埋噴火龍嘅坐騎。咁我哋下一集咧就會過咗嗰度迷你門咧，去下一條道路啦。中意嘅俾 like 同埋訂閱嘅 channel 嘅，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